开烟，找到！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掉！放个眼，多难见！他这种装备不推线，他很难玩。 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又一个灵魂炸！炸一下！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应该是想拍我的。 杀手马头上，支援一下吧。啊？这位置此刻的灵魂有一吗？过头。哎呦，不想交他。 被拦了呀！好像不行了，跑不过他，麻了。大海和人们背叛了我。 线还进塔了，我丢！橘子这么用，也没办法呀，他身上给我挂了一个 W。我这线太亏了，人人有份。很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当心炸药桶，人人有份。我要多，不能贪小东。 好像 Q 早了。走位，走位，男枪来不了，我想秀他，他不追。这双 buff 不又落入我手了？人人有份。 哭喊可没有什么好处。干嘛呢？我操！他Q我一下，好痛！丢，快点！啊，给他换了，我也不亏啊！妈的 ，Q 我一下这么痛吗？哎，小兵打我好痛，小兵打了我400。我说他哪来的伤害呢？ 亏死了，亏死了，亏死了！主要是我没想，我没有想着死，我跟他拼到底就好，虽然会被换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，我这还想活就过分了。 沉默了，他回家了。
狼把我吐了出来。距离不够，烧吧，一刀砍得他们合不拢嘴。六重生，不大。我操，死个还开大了，应该救不上我吧？除非他有闪。下波等他上来，我好像能杀他。他现在是没一，等妖怪好了。饼干，妈的吃完。换掉的话，我现在有点小亏。好肉啊！死哥没助攻还好。大海没有记忆，我有。早哎，我在等呢，我丢个筒子触发耀光，直接 A 一下是 A 不死的。我等我筒子，不是我在等耀光 CD， 耀光 CD 好了，我丢筒子触发耀光 A 他一下他才死，不然他那血量我得 A 他两下。死亡的潮汐预示着我的归来，烧吧！应该是要回家。被割开。Enemy double kill。更多火药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是一层。下波现在好像不好推。不要以为我不在你们就能安逸。需要用鲜血直接买鞋子。我看起来很好拿扯一些。下路炸穿，统统上去炸！又一次，东京崩塌。看这不是纯挨打，这样拉扯我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但我失去灵魂。再拉，再拉手，直接让你拉裤兜里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，人人有份。当心炸药桶！我吃完这个斗城，赶紧走啊！死哥可能上来了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
我回来是会变的。好像确实活不了。为什么感觉你说话没有牙齿？感冒了，下面人们背叛了我。烧吧！他多了个链子。我要一路砍回比尔吉沃特。给个大招，减三五十五，减三四十，好恶心。差点被逮喽。我看一下有没有果子。渣子，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Hello, motherfucker。他这个东西太恶心了呀，他控我时间还久。渣子，人子一起沉默。这当心炸药。溜了溜了溜了，他应该追不上我。死亡把我吞了，他走了就算了，好受多了。我看到你石沉大海了。有鞋子肯定能跑，要是没鞋子，那这几波都会被嘎的呀。懦夫们领教一下，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。我操！有狗。猫，等我打完游戏再开。摔死了。虽然他有锁神链，但是我的是真闪，没用。
一点用没有。大海没有记忆，但我有。更多火药，逃避。我的建议是送他去，送他去。我，但是我刚吃了他的 W， 辅助的人头更好了。OK OK， 我就感觉我吃的那个 W 可能人头会给他，但是这边辅助来了，直接给辅助送比较好一点，没有什么好的地方能走。快点！被割开的喉咙早就无可再痛了。当心炸药桶！跑不了喽。神闪你能挡，他只能挡我物理伤害。到现在打了沙漠架，打了1000多，平均每一波挡500点。我操！讲子难受吗？我看起来很有耐心嘛。先锋时间要到了，赶紧丢下路去，还有10秒。我看一下这个怎么说。好的，这是有进化的。300。这边全是眼。失去了船，但没有失去灵魂。选择上路，那我使劲抬就完事了。我先他们一下。Nice。我这个大招怎么样？是不是有想法的？直接穿闪，顺势以此把你布下。我的心是铁做的，水晶就不抬了，太早了。把他们吊在杀手码头上，杀他。大招也能升，再翻个红。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What the fuck？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
差点被嘎了，哥们。打完了可以。大人们背叛了我，人人有份。我看一下，1700，那肯定不够了。那还差700，这去哪里搞700呢？烧吧，他们的尸体将塞满深渊。没连起来。你好 ，Supply motherfucker。打不到，他们站位还是有点稳。等一下，我找个好地方。还是打不到的。爆炸！我六秒了，真是一只蚂蚁！一刀 ，W！ 我操！哎，能不能来个五杀呀，哥们？哥哥，哥哥，妈的，他不出来了，好贱的！哎呀，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操的呀！逼了狗的。先来个宵夜，算了，就百爆，100%暴击，再买个药。把我吐了出来，腻了。哎，我就站在这里。我从岩洞和海水中重生。不好吃，怎么还炸死你了？队友怎么被做掉了？就杀队友。
这避难枪。妈的，歪了。滑一下，我不滑他的话我就被勾了，刚好没 W。 下一个阿狗来一桶拉扯一下，爽到极点。当心炸头，头了。